这是游泳穿的院长怎么铁倒人在这三边项。啊？那假的啊，假货啊，冒充我的假货啊，我把他干死了。哦，那我踢一踢他。学妹，你要不要创一架？学妹，没有开到麦。哎，市长，哎，学妹，你要哟，不要创一件啊？你要不要买自己？我现在赔率多少？你要不要也创一件一模一样的啊？你现在的赔率是，蛮像的啊，他那个裤子啊，对吧？都黄的呢。我的妈呀，那裤子穿上去能看吗？那崩。我是学挺喜妹欢她，看男生穿很崩的裤子，可是我不想看个秃头穿呀。你要这样讲市长啊，哎学呀，妹，还好他没他听秃到啊，头，学妹小心啊！他也不是，嘘嘘他也嘘不是愿嘘，意的。他那个叫做盘子啊。哦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哇说塞，人市家？长，你怎么穿着？你要是红色的内裤，你就变那个两栖蛙人了呢。海龙的对吼，哦，对忘啊，记换错了啦。我想说，这个看起来现在反还差有比较啊。大，应该才有机会得到最佳哎，造型奖。学姐，然后你该要觉得为我们什么这个有机了？会得到最佳造型奖吗？你有那可是旁钢边有铁一个巴人，斯他有光年今天呢，有没有进城啊？巴斯光年有我们这好个像巴斯有光年进上去次一比下赛就通下过哎。了啊。真的哦，那这重样啊，复我有哇，事没有找创他意，呢。至少你会有最佳创黑意帮啊。集合你了。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就他有些私事，我想说，我一个人可能帮不太上他的忙，我想跟他商量商量，看看能不能这也个让其他人知这道，次让比赛其他是人一雪起人来还帮是市长忙。先生你那举你再办？问他，你如果有事情对了，帮忙也可以找啊，等下我。主持是你吗？还没是他？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就想诶，学等姐下是一个很看他可状靠的况人吧，选。我都可以啊。哦，因为我对想要再啊，跟你们学有什姐么先事来一都可以个找我。全体拍照这样，可以哦。不过学对对姐，对。您这样子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吗？就是心理状态的部分。不。好想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是啊，怎么会？看漏电。哎，是是是。小心肝，你的枪拿出来，赶快！没有没有，院长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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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又来又来了！小鸡加油了，靠你了。能不能买车？这次。啊，好多嘞，好多嘞。哎，这次主办方是谁啊？吓死人了！你这又漏电了，怎么明显在拖漏吊电，要厂不要了？换一根啊？我操！警车里面是谁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哎，我以为只有三颗，怎么还有了？小雨，你那个真的阴茎啊，你电帮他检查一下。那那我电击太认真了吧？我只是想要。啊，小心肝，你没有参加比赛啊？没有没有啊。我想要。你的脚胶怎么不见了？哎，你的脚胶嘞？你把你的命根子嘞？掉了，这个有时候会影响到生命的危险呐。两根直接不见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个。我好不容易保险绷满，嫂子你这样子。哦，我想说我学妹，帮你你绷怎就么好过啦。去啊？嗯，我也不晓得呢，现在没车过去呢。大家可以帮车，帮帮我可以载你啊。哎，怎么有人倒了？怎么有人倒了？哎，院长，你这做啥呀，院长？哎，院长，有满院长，你往你右边看。谢谢。不会不会。没有啊，刚刚给你看一个。谁这么装电话了？来一个，再给我耍二啊！被我发现我就揍你了！应该不会再漏电的啦，那就好。真的好奇怪，我只是想练舞，不是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可怕。他连他声音一样，还吓到想电了，太可怕了。不是我啊，院长。我也被。我回一下医院。
去哪里工作室？鱼干菜渣工作室啊。其他声音是谁？就是里面的人。这不是只有我的游戏啊。怎么点点图？今天怎么吃晚饭？不是，我本来早上要开的，可是早上太热了，四十几度，我整个就是开不了啊。不然我早上也想开啊，骗点薪水。那种小雨，那个小雨不是那个小雨啦，是大小的小，语言的语。感谢谁啊？木瓜，感谢陈送给木瓜。角色你可以重生啊，就是你死掉要叫医护局来救你，或是你等到35分钟后在医院重生，不过你身上的东西会不见啊，或者是你死掉决定说你这只角色要不要重来啊，就这样，对吧？都是游戏语音。没有，因为快就是要怎么讲，反正明后天就是不会开台啊，想说要去放松，就现在开台讲一讲啊。不然其实我本来现在也在准备行李去要休息了，啊，只是说他们刚好十点有活动，我就开上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嗨，钢铁人，啊，你怎么不上线？你还是你挤不进来我？他们现在就是今天他们是类似七弹比赛啊，我没有报名参加，因为我以为我晚上不会上线啊。这样不会太松吗？不会，非常的紧实。真是太惊人了！小龟，拍个照啦，走。三颗都放在一样的地方吗？还是放在不同的地方呢？你收听到不？有 E F G 三个点，一个点放一个。大海啸过后，反正还会是救护员哦。会是啊。如果你们继续这个话题，可能等等大家要去踢毽子了。啊？你们喜欢踢毽子吗？哎，公车嘞？公车怎么不见了？不太。公车去加油，公车去加油。他们好。6、7、8，他们在做参赛前的准备啦。嗨。好大法了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对，这样是好的啦。不管做什么运动哦，都要先做一下伸展操，才不会扭到。看来这是最有冠军相的。对啊，你看小蛙加油，小蛙，小蛙，我很看好你，小蛙。胖哥哥哈，看起来是有相当的岁月的累积的，果然还是比较懂拍照。他们在做瑜伽哦。就好了，好好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市长吗？好柔软，看到他本人。哎，这是小蛙吗？我是小蛙。是我们的杀手锏啊。你是小蛙还是垃圾？小蛙是吗？我是小蛙，我是小蛙。老天的声音。你那个，老天没讲话。不舒服？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好了。啊，好了就好，好了就好。四个人吗？我们待会是要坐这公车去吗？锁车，蓝椒。好像要坐大巴哎、欸，我怎么标给你啊？我们要去坐那南边那个仓库啊。一起坐巴士。我说那咱们一块坐好吗？哦，你们这是当然没问题啊。短裤队是不是啊？还有人要一起做瑜伽吗？我们要不要集合做瑜伽啦，热身一下？市长，小玉，市长啊，你上去做一下瑜伽啦。哎，是。好，怎么上去呢？哦，爬。不用了，我们下去啦，来啦，排一排。来来来，所有人过来啊！来排好，排好，排好，要做瑜伽，来这边排好啊，一人排一下、啊。站在我前面啊，在我前面排一排啊，来啊，先把那个选单按好哦，好不好？来前面啊，排好，排好，每个人这样排，还在以我为基准。金姐，等一下，金姐，小雨又抽筋了，小雨不行了，小雨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。以我为基准，三看去。小雨，不要理他。好了，大家有没有瑜伽二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瑜伽二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市长在哪里？
在运动，运动，瑜伽二。都好了吗？可以帮我把前面的赶走吗？好了，好了。好了哈，那开始啦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三秒。好，给你三秒钟。出发前可以先帮我拍张照吗？来来哦，排好，排好，排好，瑜伽二，瑜伽二，预备动作，准备开始咯。来，韩小姐在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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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三四五六，这是健康操嘛？鬼岛的国民健康操，做瑜伽啦，国民健康操啊！我没做啊。最后面那个穿制服的学生是谁啊？明显做什么比赛之前都要先拉展一下自己的肌肉，才不会受伤的哈。对啦，要参加比赛了，大家先伸展一下。对啊，我们等一下气弹比赛是大动作的啦，又跑又跳又翻滚这样。好，第一圈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第二圈我们要总共要做一轮、哦啊。这么欢乐你拿这么大把干嘛啦？棒哦，深呼吸然后。你是不是想很想一枪开下去？那个隔壁的警察先生们。赞叹师傅！哎、欸，阿福，我刚刚不小心放了一个屁，中间怎么傻站着啊？认真点做好不好？赞叹师傅！那个是谁？为什么慢半拍啊？不行，我等下一拍，我等下一拍。我现在后面是慢半拍呢。真的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们主要是要把自己身体的柔软度给弄好，好不好？待会安安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小雨，后面的你在干嘛？地上啦，对啊，抽筋。好了，我尽量跟上了。哎，他抽筋了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抽筋，可能要找医务人员帮忙哦。这个运动神经是不太好啊。大家加油哈！难动啊！大家都可以变成 Lucy 哦。有，我跟上了，我跟上了。帮大家动作做得很标准哦。哎，收脚，我们起来伸展。七点要出发到比赛场地，差不多了吧？十点出车。啊，在出车前先做个热身动作，待会雪人在小龟你在干嘛的时候，会跟大家说一下比赛的规则。哎。这个屁股要翘起来，翘起来哦！现在好，哎咻！站够高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一会要坐公车的话，上红色这一台，然后每位上车的时候要给我含懒胶500块啊。后面这个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摸我的腿啊？是要给你含懒胶。哎、欸，好臭，谁放屁啊？好重啊！再上车一个一个来啊，不要挤啊！怎么可能是我？哎、欸，谁在我后面啦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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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最后一轮喽，最后一轮喽，这一轮做完我们要上车出发喽。来，把所有的精气神放在自己的眉间，来认真做完这一轮，屁股翘高。谁在偷看内裤啦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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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有啊。哎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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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错不错不错，都有伸展好，没有在检查你们有没有活跃筋骨啊。巴拉巴拉。有人在滑手机啊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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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这边腰间要下去哦。来，小姨，看那台绿色的。我一直以为有手机。来，收操喽，收操喽，最后圆满。没办法。好的。感恩师傅，赞叹师傅，谢谢大家。赞叹师傅，赞叹师傅，谢谢师长。好了，这样大家不会受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胖哥哥。胖哥哥，胖哥哥。车上了，哥哥，给我下车。哎，不能上车了呢。排队排好，排好排队，排队上车。上面还有两个人、啊。小福哎、欸，我目前坐巴士就坐计程车啊，少一个队，少一个队友。也可以开计程车。上面那个下去了。上面还有一个人呢、啊。小福在干嘛？上车上车。老板娘要开计程车。我找到了找到了。就在旁边的。我开计程车啊，怎么了？要付钱给你赔啊！你现在有要开吗？哎、欸，有人要坐电车的吗？你再不下来，我就要用搬的把你搬下来哦。感觉塞不下。不是我付钱了呢，我付完钱了。你付钱了哦。他付了，他付了。
哦，好，可以。怎么付不到？哎、欸，付不到呢。要付给谁呀、啊？给这个车长蓝交易啦、啊，给他500块。紫 V， 要不要我载你啊？紫 V， 来，等，点人头我一次付好吧？点人头不要那么麻烦，我一次付。这台车可以坐几个？到哎、欸，随便啊，你直接点万呐、啊。你直接点，你先点。哎、欸，哎呦，一个一个点，然后一个一个进去，然后我一次付。没事吧，老板娘？怎么撞老板娘？哎呦，八九十十，老板娘，三了十三了。去。哎、欸，那个小王的目的地在哪？学生妹进去。嘿，往前走，往前走进去。不是，等一下，错了，下来。小猫，你变成车长了，小猫，你要先下来。我不用小火车水刀。对，不会啊，那是谣传。小猫，谣传。插队，根本就没那回事啊。给谁钱呢？来，啊，下雨啦。快给我好了。六，老板娘，你要不要？给谁钱？不用那么弱智，小哥，你看一下手机啊，传给你了。哎，谁在开枪啊？哎，谁开枪？他被上身了，他被上身了。他拿完手机，救命啊！那个下来。先让。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个要不要带回医院检查一下？哎，这克隆鼻还要再看吗？救命啊！啊，谁的喉咙？我先帮胖哥急救，我先把他打晕了。我就把他带回医院好，他怪怪的。他怎么了？哎、胖哥哥，怎么突然乱开枪了、啊？昨天阴茎也这样子哎、欸，都会突然说哎、欸，没有啦，现在手机用多了，驱魔的，手机用多了，会有那个比较暴躁的倾向出现呐、啊。这也太暴躁了吧？是没办法、啊，我无法控制我的身体、啊。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要不要先带你回医院啊？我想看比赛。枪支合法。你这样子，你把比赛的人都杀光了怎么办？你还有武器、欸，帮、啊、你把武器给我。知道，好。那个我没办法给钱了，你把这台车先锁起来，然后下来我给你，先不要上。哇，胖哥，你现在还安好啊？刚在车上的，不要玩手机，然后直接把他噎好就好了。不是，你要下来，我要给你钱啊。没关系啊，啊好，你给我哈。你不下来，我没办法给。OK， 好。好了，上吧，你上。完了吗？这一车我要出发了。好像满了，你上不去的后门，上不去的后门，可以上去，可以上去，还可以。哎，涛涛，你顾好小雨啦，他。哎，蓝教仪，你知道地点吗？蓝教仪。好，我知道，我会看着他，他手枪在我这边了，蓝教仪有事。你知道那个会场地点吗？我知道啊，在那个沙漠那边嘛，矿场啊。哎、欸，小雨，你好凶哦！我不能控制我自己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。小雨，为什么你要比中指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能控制我自己。那个，小雨，你的喉咙可以稍微小一点。会晕车的人坐最后一个，好可怜啊！谁在那边那是吵哎、欸？金姐、啊，是不是你给他的小龟吧？小龟不要按喇叭、啊。没有啦。这都什么人？都实况组啊，或是实况组认识的人啊。可是好像已经超坏掉了。学姐，你要训练量要减轻一点啦，学姐。没有啦，因为小雨他也是，对啊，很想锻炼自己啊，他对自己很严苛。狂犬病是不是？再这样子下去，它很快就坏了，很快就不能用了。没事。比中指是什么锻炼自己啊？听起来怎么那么情色啊？哎、欸，小雨，你控制一下，小雨，你又来了，小雨。怎么没有人要唱歌啊？你唱啊！哎、欸，小鸡蛋怎么没有来？不然就叫小鸡蛋唱了。你想开小三是不是？
老汉不是在。老汉有没有要听秘密的啊？好啦好啦。好。好。我要听秘密。听秘密。这秘密很大哎、欸。刚500块应该是保险钱吧？这个有赔偿吗？赌你一千遍也不厌倦，赌你的感觉像三月，浪漫的季节，最冷的诗篇。我明白。这首怎么样？小光，你打到人家，我们骑在他右边了。长别闹了好不好？你要当夜袭才对啊！夜袭这种不太适合啦。那陈武起个头啊？怎么头？夜袭啊、喔？对啊。有没有听过《踏雪寻梅》啊？小学有没有教过这首歌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啊。哦。都没念小学啦。他怎么没中到杆子啊？好猛哦！喂，雪今天晴朗，腊梅处处香，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好老啊！这什么歌呀？这里吧。请问观众席在哪一区啊？谁撞我啊？有观众席吗？观众席在最上面。上面啊！哦，死人啊！死人啊！不好意思，哦，是这里吗？不是吧？是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不是这里哦。不是哟，别乱下车了。小胖，哎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各位乘客，我是新来的，我错路了。没关系，等一下退钱就可以了。把你吓到，不好意思。看到有人受伤，我也是吓到。我调小声一点啊。怎么之前声音都太小声，现在又太大声啊？喂喂喂喂喂，应该这样吧？这样试试看，不好意思啊。抱歉，抱歉。我是真的很难拿捏自己的情绪啊，这样每次玩游戏玩一下子，我可能就，哎呀，怎么说？先不要下车啊。我可以玩得很开心，可是游戏关掉之后，我又可能情绪又很低，这样子。下车。反正就是开心只是一瞬间的啦，就你看我现在可能。没有讲话还怎样，就是又回到普通的情绪。好啊好啊，学姐比赛前要不要自拍一张啊？哎，我们来拍照啦！医护局的要不要来拍照？好啊，拍照拍照。我们拍一个合照，我们找一个地方。学姐去染发哦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很漂亮？好了，很漂亮。我们要拍照啦，很适合你。拍合照。我们要在这里拍吗？那我们站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又要发作了？小你是不是又要发作了？我们是怪怪的，等一下我是怪怪的，离我远一点，离我远一点。你不要，你说面光吗？忍住，忍住，你要战胜那个感觉。不是，我真的怪怪的，等一下。局长，那个各位到外面一下。等一下，那个最佳造型奖投给我。我都已经牺牲设想了。我们站在楼梯这边拍好了啦，好有办法可以站上面，有些人可以站。你根本没造型啊！我的天啊！你看我们的裤子，这个造型。那你站那个小夫后面，请各位到外面站小夫后面。你造型，然后看这边一样啊，不过换了一件短裤。你看人家那个骑摩托车的，还有这队，你看这队左边那站小夫的
左后方。这样吗？小屋是哪一户局的嘞？哎、欸，先出来啊，嗯、先到外面等一下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怎么出来？你找那个，你为我们找。全部先出来，全部先出来，全部先出来。阿福啦，阿福啦，讲错了。好啊，学姐，我今天才刚换手机吗？不然怎么自拍呢？医护局的，我们要拍一张照片吗？啊，车行。哎，医护局的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老板娘，我们要拍照吗？医护局的举手，举手，医护局的举手。帮我们拍啊。我们拍照，拍照下不要不要站到马路上哈，不要站到马路上。哦，要用自拍吗？院长。参赛队伍先过来集合一下。参赛队伍。参赛队伍先去。你们站我后面，你们站我后面都站好。还是要叫记者拍啊？参赛队伍。参赛队伍先过来集合一下。站我后面，站我后面，站好站好。给你。先缴交一下报名费。一人三万哦，我会不会拍不到啊？纸币超高的，一对三万，一对要穿高跟鞋，好，一个人给就好了，三万，画不见了，对，一对三万，你们矮一点的往前站好了。靠，我没带，老板娘，我真的没有钱缴报名费，我等下给你，我没带钱，我等下给你啊，我没有带钱，我真的没有，靠，我去领，我去领，等一下，韩立彤哦，车行的我缴了，一二三七块钱，好，车行收到了。甜，雪人，我给你啊。OK OK， 修车厂收到了。警队拍一下啊。我有传给院长了，你看一下可不可以，院长。啊，雪人，黑帮我输啊。哎，看到了，之后面有奇怪人加进来。你们就算了啦，技人。怎么会有高级人在上面？哎，警队的，警队的。对啊。什么？这样我听不到你说。这女娲，女娲，你要不要养一只女娲？两千，哎、欸，不要拍了啦，先报名费啊，小鸡。这里这里，用修图软体 P 上去咯。哎，等会，哎，养养女娲什么好处？有吗有吗？我有路径吗？来来来。打逼啊！你有没有玩过女娲、啊？养女娲就是没有任何好处、啊那个。那个可以走翻一下吗？这是谁啊？点点怎么没有穿防弹衣啊？点点。这个都防弹衣。过来拍照啊，在乘我。对我们警局的要拍照，为什么那么多人？你们报名费多少？需要后面是犯人吗？不用啊，自己人啊。好啦，先缴，赶快啊，先付钱啊。大哥哥，不要拍了啊。挂一下。局长去哪了？我姿势比好了，我姿势比好了，学长。三万也缴不出来哦。阿林。耶。怎么切一下防弹背心又不见了？有穿着啦，他只是消失一下而已。学姐，学姐，我们也来自拍一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院长这是要打光吗？院长。帮你们打。别拍啦。哎、欸，市长他们不受控哎、欸，帮我叫他们集合一下好不好？要入场了。哎、欸，先别拍照啦，准备要入场。哎、欸，准备要入场啊，到门口集合啊。喂，哇哇哇！等等再拍，啊、我们等等再拍。学姐，你还好吗？学姐，学姐有听到声音吗？我去做一下交通管制啊。哎，警队的，警队的。嘿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报名费是怎么上来啊？挡了就海啸了吧？这样挡都海啸了。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我没有钱啊，身上真的没钱。那个，待会你们就站到我后面，然后先票选。拍了啦！我们先投票。哎、欸，走路看马路哦。服装造型奖。好。好。白痴，他们拍爽了没啊？啊，现在开始了没、欸、啊？我的相机坏掉了。真的是哎、欸，那群车行怎么在搞？那群车行都有病哦。对啊。
啾咪。他们在拍照呢。欸，小五学姐，我好像没你新的电话欸。看哪里？看哪里？啊？什么？我好像没有你新的电话欸。怎么换成32320内径？方向键，方向，换一下方向。方向。交管了。然后我们结束再拍啦，结束再拍好了。结束再拍啊。走啦，先都过来啦，让雪人把东西都弄一弄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听一下这个段位的。想要投票啊，最佳服装造型奖啊，请参赛对手到我后面集合。阿林，你要投给谁啊？三个站一排啊！站一排，你自己站一起啊！三个，站一排，站一排。我们车行的这么猛，你们车行是哪一个造型啊？八造型，丑的那个。这里啦，这里，学妹，这里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先给陈武在哪？我还是画个2000，养个女娲呗。啊，你们不骑车哦？呱呱。要骑着车吗？还要骑着车？对啊，我们去骑车。你还不过去？你在干嘛？我没笔啊。哦。啊。很看好你们啊，你们要赢啊 ，Gorilla 爹。好闪哦，好闪哦。先排一排啊，位置啊，先排一排啊。你那个帽子不见啦。啊，那个记者要不要拍张照啊？记者，帮参赛选手换一下位置啊，拍张照。哎，小鸡，我站一排，站一排。有，你给那个雪人投票好了，局长。好，选手在哪？这边啊，选手是不是？你的动作快点。我来做我平常在做的事情了。好了。是 GTA Online， 然后是 RP 的模式 ，RP 伺服器。学妹，不要偷坐人家车哦。排一排哦，学妹。不好意思吧，忍不住我拍。让给他点位置，让他点位置。局长给太多了，一队3万了。我先拍参赛队伍哈，等下再拍大家的照片。哎，我们把手放在那个摩托上，不要动。一二，你手指放下来。一二三，好。超好笑哦！好，我先介绍一下，从左边至右，第一队是我们黑帮啊，特色是黄色小短裤。啊，第二队是车行，是汽车车行的。我们这队造型是什么？女娲说：“女娲加油！”金刚狼。难道你们自己介绍一下？那个车行造型是女娲造型啊，因为我们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出游。一起欢乐，然后希望大家好，谢谢。好，小蛙加油，小蛙。换警局，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吗？我讲啊。谁要介绍？就那个、啊、学生造型啊。学长介绍、哦。学生造型，好的。再来是我们的修车厂、啊，来介绍一下吧。大胖介绍。我们是台科造型。归光炮啦，啊，我们就是来卫冕的，谢谢。啊，你们骑的是什么车？叫你他妈改进站了。不，爆改进站了。你这个要拍一下吗？看我帽子能不能出来。哎，我们这个黑帮也要介绍我们的造型啊。没有。好，市长介绍一下。我们这个是马英狗造型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不要打人啊！干嘛打人？抱歉，按到了。我们这是目前时下最流行的黄色小裤裤造型，希望大家多零一九投给我们2019最流行真理裤。我觉得我们学院风可以啊，你看我们那个大腿。